All right, let's move to workbook. 习作。Please turn to page 29 and 30. 请你打开29页30页。好，这个是 festivals,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的习作练习。那老师呢，请你现在啊跟我们一起来写哈。哎，你就不用作业上传咯，哈，我们呢马上做练习，做完练习呢马上检讨 ，alright？ 好，请小朋友看哦 ，Part A， 第 A 大题 ，Look, write, and match。好，这个怎么做呢？哎，这个好有趣哦，你看每一样东西都代表等于嘛，哈，代表一个字母。好像是在玩那个密码游戏哈，那你看它，哎 ，Number One 已经出来了。好，你看这个 Number One 就是示范题嘛，好，你看这个啊，这个 Drum Z， OK 啊，这个 Shrimp， 这个什么？这是虾子没错吧？啊 ，Shrimp 是 O， 然后这个 Mushroom， 这个香菇是 N， 啊，那个 Dragon Head。啊，龙的头是 G， 哈、啊，好，那这个 drum 是 Z， 没错 ，egg 是 I， 有没有？好，就像这样子，好像在找密码一样，把它填过去。那你一定要填对啊，才能够拼出正确单字。好，那拼出的单字完，之后呢，那你知道这个单字的意思吗 ？Match， 连到正确的图。All right， 好，那现在请小朋友。将老师的这个教学影片先按暂停，好，开始做。好，小朋友 ，Are you done？ 你完成了吗？如果你还没有完成，请你再把老师这个教学影片按暂停。一定要自己完成哈，然后再按这个教学影片播放哈，再继续看下去，因为我要讲答案了。好 ，OK， now let's check the answer。好，这个 egg 简单 ，and number three 这包是什么？哦，糯米哦 ，sticky rice， sachet， 剩下两个答案 ，which one is sachet？ 嗯，怎么这么难念 ？OK，and number four， 哎，这是什么？像是绳子吗？还是棉线 ？OK， 反正它就是代表 D 这个字母。Dragon， 好 ，Dragon， 哦，这个龙。好，小朋友，请你答对了吗？错的小朋友，请你现在订正。All right， now let's move to Part B。好 ，Part B， read, find, and circle。Read， 好看这个句子 ，read 就是叫你读这个句子。Find 从这个图片找 ，and circle 圈，好，好，那我们来看呢、嗯，看一下啊，哦，你看圈这个有三个。括号这个是答案，有三个让你圈嘛，那都是数字的，那就是让你去数一数，对不对？好，请小朋友从图片当中找答案，记得要把东西圈起来哈，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找哈。好，请你开始作答，我的影片按暂停。Okay, let's check the answer. 对答案。好 ，Number one, how many 粽子 are there? 有几个粽子？数一下。
也来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对吧？你说老师这个蒸笼里面的嘞，没看到不算。OK, there are six 粽子。好，问 how many 就是问几个。好，那有多少个 ？There are 回答。好 ，there are six 粽子。OK, number two. How many sachets are there? 好 ，sachets 数一下。One, two, 哦，这个老板的也有 sachet. Three, 好，没错吧 ？OK, there are three sachets. OK, 好，这样子，小朋友你答对了吗？好，答错的请你订正。